可以透露一下全明星儿子有赢吗？红队是赢的吗？不会，你不知道结局吗？那住家里就好了、啊，耐心不来住家里。我不要，不能透光明。对，因为我有裸体的习惯。徐乃麟谢全明星总冠军结局，为裸体不跟儿子媳妇同居。许新阳这一脚，这个球比刚刚还要漂亮哈、啊。徐乃麟儿子许新阳在全明星运动会三表现亮眼，第三季将在九日播出最终章。结果哪一个无预警爆雷？不想听到的观众先快转十秒哎。可以透露一下全明星儿子有赢吗？红队是赢吗？不会他们输嘛？你不知道结局吗？他上一集上下看比数就已经知道，就是红队就红队就算全赢还是赢不了。那新娘也会沮丧吗？好像不会啦。哎呀，人生输输赢赢有什么了不起？对不对？输赢输的人太多了，是不是？你在讲谁？我是说事业输的也很多，对不对？感情输的也很多，工作输的也很多。对不对？输输赢赢了。哪个会给儿子一些感情上的建议吗？因为我就是最好的榜样，不用建议啊。我这么优秀，是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不要笑，我讲都是事实。我们在感情婚姻路上四十几年，从恋爱结婚，总共加起来41年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啊。哪个准媳妇的长辈都在俄罗斯，好像都来台湾。那他们长辈在还在还在俄罗斯，那到时候结婚他们都会过来。那应该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等这个暂时趋缓一点。未来婚礼可以再等时机，但小两口的爱巢可以先准备。那他们想搬出去住，那就让他们去住吧、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我就讲了，前提还是说，我小孩子不要住在一起，但住得近比较好。对呀、啊，要随时要来家里吃饭呐、啊，我要去看他们啊，大家都会。互动很方便的，嗯，所以奶哥是有另外的空房可以让他的小两口，对，已经买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也不是买好，是以前的房子，旧房子，老房子，好吧？那住家里就好了，耐心不来住家里，我不要，你不要，我不要，为什么？我其实我跟你讲哦，住在一起啊，不见得是好，有个媳妇儿或女婿在家里面，你总是要，对不对？尴尬，真的不光明。对，因为我有裸体的习惯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昨天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佬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阿哥最怕的，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